咱来向当年恋爱之家的老大人真欢喜，因为除了伫礼堂唱歌跳舞以外，终于有人会当陪因拍白笑咯。平常时啊开讲看电视拢无虾米精神，但是坐伫摆桌啊顶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白提了好，平常嘛充满笑容。学生来陪你拍白笑，你欢喜无？有哇，真欢喜，真欢喜哦！这老师真好教，真好教哦！开了真好，啊无平常时你拢斗无开吼？嘿，无。虽然这三位长辈的年纪大，搁坐轮椅，但是拍白笑是真认真。唔那林总，主播哥欢喜加讲袂出话。嗯，我你那厉害。啊，你真爱身体，你爱趣味多吼？无，无。啊，感觉学生陪恁安尼拍趣味无？有做中学来家做志工的学生，有人出手，有人出嘴拍一副牌，但这少年人还是拍输这三位老大人。你搞啦？啊，你搞？对啦，啊，我也搞。对啊。我这样也搞。阿伯，喂，啊，你搞欢喜无？有啊。你搞啥？你知无？搞戏吧。觉得阿尚他们厉不厉害？很强，很强，很强啊！你是赢多还是输？输多，输多啦，放枪，多放枪啊！对啊，阿北的这样的服务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还不错，怎么说？就多陪陪老人嘛，还蛮珍贵的经验。嗯，这种服务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因为学生进来服务一个早起，时间伤短，这位阿妈怕袂过瘾，真希望学生会当带来继续陪因。他们会喜欢的话，就再下再来的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，喜欢。目前以来，只有这三位长辈会晓拍白笑，定定三个欠一个，或者是欠两个。一方希望有耐心的民众也是学生，会当来做一工的志工，陪老人那拍白笑，那开讲，互因陪伴很快乐。记者黄宏坤采访报道。